好，这边呢，我们要讨论 algebraic and equation 这样的东西。所以这一个呢，它可以算是 form 1减个 5，OK，它也有可能是属于 form 2 chapter 2，或者是 form 2 chapter 3这样的东西。好，来我们看一下这一题，他说 SMK Pereira 呢，它就有 Open Annual Elite Tournament last July，然后 This time was made open by inviting team from school around the district to participate。然后他有 M 个 team，然后就一个 team 有10个参赛者，然后他有3个 team，然后有 N 个参赛者一 team，然后30个是 male，剩下的是 female。OK。然后 P to show the number of female in terms of mm，so P 是 number of female，所以它总共的人数是多少呢？它总共的人数是30加 P，就是女生的人数加男生的人数，男生加女生就是总共的人数。总共的人数呢，其实是 M 乘以10，再加上3乘以 N，所以它现在要的是 P 吗？所以 P 就等于10M 加 3M 减30，这就是它答案。OK，好，好，来，接着我们再来看这一题。OK，so 这一题是哪里一个州的？北大。他说 Adam 呢开了一间 restaurant 来卖食物跟饮料，然后 restaurant Adam 呢卖 chicken rice 跟 drink。他5包的 chicken rice 8包的 syrup 49块，9包的 chicken rice 6包的 syrup 67块。让我们写2个 linear equation in this situation。所以我们在这一边的时候呢，你在写这种东西的时候，你一定要先讲一样东西，就是说它的那个 chicken rice 呢是多少钱，然后就是你要这边你讲 let 那一个 chicken rice。Rm x n 那个syrup Rmy，你一定要让老师知道你的 x 代表的是什么东西，y 代表的是什么东西。OK，so、okay? 在这一边的时候，这样我就有5x 加8y 等于49，9x 加6y 等于67。就是答案了。好，接着我们看 Paris 的这一题，它是 six law of Pascal triangle，还有我们 state the value of x，所以我们在这一边这个是2啊，然后1+2=3，3+4=3，6+3=4，然后50、15嘛，所以我的 x 等于2，这个 OK，哇哦。For six row，还有我们第六个 row 的，1、2、3、4、5、6，然后这个是弄对了啦，OK，就1+1=2，1+2=3呢，3+3=6啊，4+6=10了，就是这样。好，来，在这一边它是 prime number，我们要知道 prime number 是什么东西？prime number 呢，它是质数，OK，number 不答呢，它是质数，质数呢，它是什么东西？它只能被一和自己整除，它能够被别人整除了，它就不是 prime number。然后我们过了十之后呢，过了十之后，然后只有一、三、七、九结尾的才有可能是，OK，才有可能是 prime number。OK，然后是它过了十之后，它过了十之后呢，它只有1、3、7、9结尾的才有可能。所以在这边的时候呢，它要我们找出那个 p 减 q over r 减 p，三九四一，它这个是四一，OK，三九不可以，为什么？三九除三等于13，然后五三。五七五九，五五九，OK，五七不可以，为什么呢？五七除三，一三十二，三九二十七，
七七不可以，因为七七除七会是等于11，所以在这一边的时候，我的 p 减 q 是41减59，然后 r 减 p 是73减41，OK，所以在这一边的时候，那这一个就会变成了这一个41减59，啊，或是减18，然后73减41的时候是32。然后在这一边的时候，我就除2298，然后16减9我16，这个就是它的答案。好，接着我们再来看科大的这一份，他说沙比洛是 manager for football team for 这一个学校，然后他 train 他的那个球员参加 KBM 的 football，然后 s i full team in group A，然后他有 an consisting of four other team，OK，show the calculation for the number match in A，OK。然后 number of match per team，number match 是这样，number of team 是这个。So state the number of team that are in group A。So 他在 group A 那边，他讲他是 Cypher 在 group A 有另外的四个 team，这样他总共有五个 team 了。所以在这边我们知道他的 n 是 OK，So 他有另外的一个 team。四个 team，所以它这样它是有五个 team，OK，、okay, 好，然后接着在这一边的时候，determine the total match for group A，state the answer in this tree。total match per team，so total match for group A，total match in group A，total match in group A 的时候呢，那就是五减一除二。所以我在这一边的时候，它会变成五乘四除二，然后约减，然后它会变成十。OK，然后这一个它要讲写成 base tree 的话，这个是 from four chapter two 的东西。我的十 mesh tree 我除三，三三九余一，然后再除三，三一三余零。所以它在这一边，这一个是hand mesh，然后是101 base 3 mesh，这个就算了，这个他放错地方了，那个老师。好，来，接着我们看这一题，他要我们 simplify 这一题。好，这一种题目呢是属于第二课常数的一种题型，然后这种题目呢非常简单，我们在小学的时候做分数的乘除的时候，我们怎样做？除的时候呢，我前面的倒写，然后除变成乘，后面的倒反过来。4q 减8的时候，我可以抽4出来，q 加2，然后这一个 p 抽出来，q 减2，OK，好，在这一边呢，有一些学生他的基础不是很好的情况之下呢，他在这一个 4q 加8，他不懂要讲 factorize，然后这种 factorize 的时候其实很简单的，OK，会的学生他可以直接看到是 4q 加2这样的东西。四挂符 q 加二，可是对于不会的学生呢，我们就看四跟八，他们共同的东西是四，都是四的倍数，对吧？所以我也可以抽四出来。我抽四出来的时候，我放一挂符，然后我除四，除四，四跟四约所以它会变成四挂符 q 加二，就是这样来的。好，so 在这一边的时候呢，我的这个 pq 减二 p 的时候。厉害的学生可以直接看到它是 p 挂符 q 减 2，OK，然后同样的在这一边的时候，它一样的东西是 p，所以它把 p 抽出来，除 p 除 p，然后它这个 p 跟 p 越 p 跟 p 越，它会变成 p 挂符 q 减 2，就是这样来的。好，来接着呢，在这一边的时候呢，我们上下可以约，所以你看这个 q 加2跟 q 加2可以约，然后它的 p 跟 p 可以约。所以它最后剩的答案呢是四挂符 q 减二，
就是这样。嗯，好，接着我们再来看 B 的。B 的这一题呢，他说阿丽娜呢买了笔，然后他买了这么多支笔，每支值这么多钱，他给了这么多钱，然后 find the amount of change that Alina will receive in the form of Jupiter expression。哇，这一题哦，啊，即使你只是写出来给学生去做，他都未必会做啦。特别是他现在给了这个应用题的话呢，我觉得写 equation 出来，学生都未必懂。所以，如果你的学校是双语的话呢，你要谢谢你的校长愿意 B 老师出双语啊。像这个时候呢，你读了英文，你读不懂，你就读马来文；读马来文不懂，你就读英文，然后你就重复，一直重复到你懂为止。那考试都考完了，你来不及做，OK？所以在这边他买笔，然后他买了这么多支，每支这么多钱，然后他给了这么多钱，他要找 buggy，buggy 就是钱找回多少钱。这样找回多少钱，就是他给了钱，减掉他买笔的钱，OK？所以在这一边的时候呢，这一个的 equation 很简单，他给的钱是这一个20括弧 x 加3。OK，在这一边呢，我要跟大家讲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就是说我们在做这种应用题的时候呢，不要写单位，不要写单位，不要写单位，写单位会有什么后果呢？写单位呢，这个整个东西就会变得很复杂。所以你不写单位的话，它还比较清楚。所以他在这一边的时候，那种 RM 啊，多少支笔啊这些就不用了。所以他在这一边的时候，他就是20x 加3减掉这个东西。然后在这一边我们做这种题目的时候呢，我会教我的学生加多一个大括弧在这边，不然你会容易做错。OK，然后我这边乘进去，然后这个乘这个，这个乘这个，这个乘这个，这个乘，所以它变成20x 加60减大括弧 2x 减 2x² 减5加 5x，OK，所以我这边有 20x 加60减 2x 加 2x² 加5减 5x，所以我在这边我把这个乘进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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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减 2x 加 2x² 加5减 5x，所以它这边是 2x². 然后20减2减5，这样它就会是 3x 加60。好，所以这一个是他找回的钱，是 RM。你到了最后的时候才来写单位，这样就 OK。2x² 加 13x 加65，这就是他答案。好，在这边他说 area of a square board 是这样，然后 the board to make 这一个 several square shape。Area 这样，calculate the number of tables that can be made from the board. OK，好，这个其实对于一些学生来讲呢，他也没有办法做得到。就是说，他的这一个 area of square board 是这一个东西，然后他再除这一个东西。OK，他要的是这个，然后整个东西除这个，OK，so，之后呢，我相信一大堆的学生就会卡了。我自己本身是一眼看就知道答案了啊，最后答案是16了。OK，为什么是16呢？等下我再给你们讲。来，在这一边的时候呢，我的这个 x² 减 6x 加19加9呢，那其实是16，然后 x 减3，然后 x 减3。然后再整个东西除掉这一个 x 减三的 square，x 减三的 square，所以你可以有 x 减三，x 减三，这样交叉乘减三 x 减三 x 减六 x 减三乘减三九 x 乘 x square，所以 x² 减六 x 加九这样的一种方式。另一种方式呢，是你的 x² 减六 x 加九的时候，它其实是 x² 减二乘 x 乘三。再加3的 square，所以它是 x 减3的 square。好，所以前平方、后平方、前后两倍在中央，这个是减3的 square 了，所以它是 x 减3的 square。嗯，
然后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呢，我的这个跟这个可以约，然后再来这个跟这个可以约，然后呢剩下的答案就是16了咯。